我是安妮塔，今年21岁。我的名字叫做笑阳，我来自中国上海，我现在来到了 Les Roches， 这是一个很 international 的 family。第一个印象就是这里很美，这里就是一座小城市，然后我们在这里学习。相较于国内的高楼大厦呢，这里的建筑呢更偏向于小木屋，给人感觉呢是比较有亲和力的，让人觉得很温馨，而且很平易近人。 在学校的周边，我们的山上面就是最最著名的旅游景点是 Cross Montana。讲到瑞士的美食呢，最出名的当然是 Cheese Fondue 芝士火锅。 如果喜欢芝士的朋友们呢，一定可以要尝试一下。然后这里的景色，一年四季是四个颜色，春天的话是 彩色的，有许多花绽放。然后这里当地的居民最喜欢的做的事情就是来装饰他们的阳台。夏天的话，这里是碧绿色的，这里的夏天气温平均气温只有20多度。秋天呢是一片金灿灿的，所有的树呢都会变成金色或者是火红色。而冬天呢银装素裹，大雪皑皑。这里的雪高的时候有1米多深。 你如果从雪地走过去，就可以看到你一个一个黑颜色的小脚丫。这是一个很美丽的地方。